朋友们，同学，大家好，我姓包，叫 Steve Boffman， 你可以叫我包富子哈，这个名字不太合适我，可是我觉得包富子很好听。OK， 反正不管你叫我什么，我很荣幸今天跟大家有一个机会讲一下美国民谣吉他的一个很重要也很简单的一个手法，一个技巧。这个技巧是很简单的，可是是可以使用在很多很多不同的歌曲。比如说，我先跟大家示范一下这个叫扫地，这个技巧叫扫地。为什么叫扫地？是因为你先弹低音，就是这个比较厚的弦哈，就是低音，然后往下扫，低扫。扫就把它倒过来，就变成扫地哈。这个技巧叫扫地 ，boom chuck， 英文这个叫做 boom chuck， 中文叫做扫地哈。这个技巧就算它很简单，可是它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说很快的歌曲，俺们那天一个葡萄树哈，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或是要比较慢的。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啊，或是更 romantic 比较爱情方面的歌曲，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或是节奏比较重的，起来全职的哒哒哒哒，起来都是用一个这个同一个技巧，有时候弹得慢，有时候弹得快，有时候特别强调那个节奏，可是都是这个扫地扫地地扫地扫。所以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技巧，就算它是很简单，可是它内容还是比较充分。 OK， 我们现在按一个一和弦哈，一和弦很简单，是中指，左手的中指，第五弦的第二频。OK， 就这样哈。这个手指第四弦第二频。OK， 然后这个食指，左手的食指，我现在弹的是左手哈，因为我们弹和弦。这个第三弦的第一频哈，就是这个和弦，就是一和弦。不是一二三的一，而是 A B C D E 的一哈，这个又不要搞混哈。我们这样弹，低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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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现在用这个 pick， 中文应该好像叫拨片哈。你如果没有拨片，或是你不喜欢拨片的声音，没有关系，你就可以用拇指，这个大拇指要负责这些低弦哈，这三条弦就是 bass strings 啊，低弦呢，你用大拇指弹第六弦，然后用右手的中指就是往下扫，这样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拨片，这个 pick， 你可以用大拇指还有中指往下扫，可是我建议你弹这种美国民谣还是用拨片好。为什么呢？这个声音稍微 bright， 稍微凉一点哈哈，比较愉快的一个味道。可是随便，你没有拨片你就用肉嘛。OK， 现在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个具体的技巧，可是先要让大家知道我一些比较哲学方面的重点。第一，你弹吉他的时候要呼吸，要轻松，全身全头脑全精神都要非常安静。弹吉他不像一种就是你做的不对你会被骂了或是被惩罚了，要呼吸。其实你不呼吸你就很快会死掉，死了以后你绝对没有办法消化这个扫地这个技巧。其他的手法可能那不一定，那可是我可以保证
死了以后你就不呼吸，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扫地跟这个技巧哈。所以先跟我谈一下，我们先谈第六弦哈，第六弦，然后往下扫，这个跟扫地一样，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one two three four， 一二三四。我们现在还是按一个一和弦哈。要改成一个 A minor 和弦，你就把同样的这个形式更上一层楼哈，一就把它弄到这里，就是 A minor， 声音完全不一样，可是右手的技巧，右手的手法还是一样的。OK， 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四，好，那我回到 A minor， 回到一，不要忘记呼吸，换和弦，太好了，再换到一和弦 ，OK， 很好，很好，非常好。我们现在谈一下，到底要弹哪一个低弦？我们这里有第六弦、第五弦、第四弦，都是低音 bass strings 哈。你按一个一和弦，到底要弹哪一个低弦哈？要从这里开始，那就不好听，这个不好听，觉得就不舒服嘛。因为这是一个一和弦 ，A B C D E， 不是一二三四的 A B C D E 的 E 的和弦。我要先弹一个一弦，就是这个哈，所以这样弹 ，one two three， 凡是到 one 要弹那个一和一弦 ，one two， 一二三四一，接着讲，我们如果按一个 A minor 和弦。那我刚开始弹我的那个第一个节奏，第一个那个 beat， 我要弹一个，因为这是 A minor 和弦，我要弹这个 A 弦，就是第五弦，这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回到 E chord 一和弦。六弦，六弦，回到 A minor， 五弦，一和弦 ，A minor 和弦，所以就算这个技巧那么简单，可是它还是很有用，可以使用在很多很多不同的歌曲。所以我希望大家会好的好的下一点功夫，学会这个扫地这个技巧，然后希望以后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其他的美国民谣吉他的手法。好，从美国的三藩市，我是包父子 ，Goodbye。